健身行业革命的升级阶段，主要特点是创新和科技在健身行业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可穿戴的运动设备越来越流行，帮你找健身课，找私教，帮你监控健康数据，教你如何运动，移动 APP 各种来袭。如今的健身科技更强调娱乐性和互动性的相结合。创业美国本期为您介绍五款白领必备 APP， 从现在起没有任何借口了，让我们动起来吧。Nike Training Club， 平时工作繁忙的白领们很难保持运动，这款耐克健身训练应用程序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时随地提供专属的个人教练，含有100多项训练课程，清晰详尽的音频及视频，还有专业教练动作示范，让在格子间久坐的你找到最具效率和效果的训练计划，加速实现健身成果。 Welcome to Nike Training Club。Daily Yoga， 想要提升优雅气质，拥有傲人身材，练习瑜伽就是你的最佳选择。这款每日瑜伽应用提供高清教学视频，涵盖不同时长和难度，真人声音指导，白领们工作太累，健身还是慢节奏的好。I hated running until I found this app.Map My Run， 对于喜欢户外运动的白领 ，Map My Run 十分适合马拉松或者长跑爱好者。这款应用可以画出你跑步的地图，并且计算出燃烧的卡路里，想着多跑一步都是有成效的，坚持的动力就增大了不少。这款 APP 真是跑步者最佳运动伴侣。每天都有人说要去减肥塑形，但是就是懒得大老远跑去健身房。Wello 这个远程视频健身社区以1:1私密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在家中也能享受到专业健身馆的体验，同时它还是让健身爱好者互相认识的社交平台哦。对于那些喜欢有针对性训练的白领来说，可以尝试这款个人健身计划制定专家 Fitness Point Pro。 这款应用里边详细介绍了每款肌群的锻炼方法，并且配有 GIF 图片来介绍动作，上手简单，用户就知道如何有针对的去锻炼部位了。